小猪佩奇和弟弟小猪乔治一起去洗澡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粉色涂小猪乔治的头部。用浅蓝色涂泡泡。用浅绿色涂叶子，用深蓝色和浅蓝色涂大浴缸。用黄色涂小猪佩奇的睡衣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